你要不就抓住小姨，然后你抓住她不松手吗？你跟我抢先。对了，哎呀，这样也可以，慢点。那你就说，这样干嘛呢？你说不，我要玩，我要玩。啊，对，我这样抢，你说不，我要。可以吗？我叫陈。哎，好，来，记住了，记住了，来。来哦，陈爷，来，又不长进，我说不许玩了。我说和你生最美的风景。周志伟发现吹泡泡的快乐后